相声讲的是说学逗唱，说相声的人要头脑好，反应快，嘴巴也要说得快。小姐，你做啥来的？我不是来和你搭档说相声吗？你也会说相声？难免。你会说些啥？我会说小笑话、大笑话、俏皮话、说得正反的绕口令、数来宝。还会正反话？什么是正反话？就是一个出题说正话。哦，另外一个把话反过来再说一次，这有意思，跟你学学可以吗？那你跟着我说。好。我说桌子。我说桌子。不对不对，我说桌子，你不能说桌子。那我要说什么？你要把我的话翻过来。这很容易，再来再来。好，我说桌子。我翻桌子。你干嘛？民意代表啊，要打架啊。你不是要我把话翻过来吗？我是要你把桌子两个字翻过来。那我应该怎么说？我说桌子，你说子桌就对啦。出题的比较简单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没错，主要是测验你的反应够不够快。你的反应怎么样？会说相声就靠反应快咯。我说正的，你说反的，行吗？没问题。我说桌子。我说子桌。我说椅子。我说子椅。我说凳子。我说子凳。我二人凳。我凳二人。我凳凳二人干什么？他们没得罪我。我们从头上说。好。我脑袋。我呆脑。你看我呆吗？我脑门子。我没脑子。我没脑子还能说相声吗？我眼眉。我眉眼。我眼珠。我珠眼。我说鼻子。我说子鼻。我说鼻梁子。我量鼻子。我没顺口，好好的量鼻子干什么？我说嘴。我咬你。你疯了？一个字要我怎么办？至少要两个字以上。好，我嘴里有牙。我牙里有嘴。我心窝有。我恶心哦，是恶心到现在连一句正经话都没说。我带你去花